繁星，你在我们家地下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回来了。救！啊！报的不清楚，不太清楚。我怎么在前线啊？哎呦喂！本机怎么比我早回来？等一下，哪里是我们家？这里是我们家。放楼。没有，没事，在帮你们射。龙岩，快！你不要再玩！哎呦！他那个力量两刀就死了。我需要食物，我需要食物了。箱子有，我有，你在哪？我在二楼。来下一楼。下一楼。那个弓被他拿走了。哎，怎么卡住了？是我没听到那个力量的声音呢。我刚放音放那个啊。对啊，他可能很远的时候先放了。我放宝石。嗯，宝石的吧？哦，你刚刚放宝石哦？对啊，我刚刚讲了。王真的？好，没有，我没听到啊！不要拿走了，很近的。哇，你的都一样。国王。哎呦喂呀！这国王怎么好像常常都在前线？他那个弓，说我们的还是他们的？我们的，我们的。他在哪？在哪？他的血印很陡啊！这个拿他的，对，哦，啊，不是。前线本机拿到吗？本机先退。啊！不玩死了！一刀死了！这么强！地底下那个吗？地底下啊！走回去那个是不是？碎了！他瞬移回去了吧？他就拿弓号，强三而已，强三而已。没关系。哇！这里怎么过去？救命！底下那个吗？对，对，底下那个。哦，我被啊卡住。他们家要进攻也不好进攻哎、欸！等一下，我这卡到了。不要打我啦！一把墙下去吧。没事，我去来挖。干掉！自觉超杀，自觉超杀。可是还有人。没人啊、哦！好。哦，两，他们关死了。我拿到红队了，他们拿到他们自己的。好。啊！又失明，尴尬！救命！哎呀，我打回来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哎呦，我在挖，我在下面，我在下面，你们给我。好，我顺你直接走，我在你下面。哎，毁了，给你。啊！你没拿到，对不起，没拿到我。那你还是在自己那个吧。你先顺走。我顺了，我必须顺。哎，这个 WU 的无敌，他无敌，他火焰。我在中间，不晓得是谁家。哎，你在哪里？啊，箱子他们家。你现在在挖是不是？想打我下来？没顺你呀！哎，后面有一个强力三。强三，你拿着吧，给你。小雨，我在你后面，好，没事。他们拿走了。没关系，至少我拿着我们的宝石。好，至少拿回来。死了。哎，其实拿到他们就结束了。哦，真的、啊，对，刚刚没吸到、啊、哦。还有，哎、欸，有人，哎、欸，我们家底下有一个拿火焰剑的、哦。对，好，先附我们光。还有哪个？哎、欸，叫小雨。来、哦，我醒过来了，光。OK。啊。啊死了！哎呀。哎，感觉好像就有一个中间，哎呦，我拿到了，拿去，睡哦，在他身上啊，哦，可是他刚没发光哎，对啊，他刚没发光，来帮你赌，为什么？我也是在中间跳一下去，哎，怎么死？三个赌，扣钱，哎，哇，刚刚一偏喷了九个，哇，无敌。我要丢了，丢，好，结束呀！干什么？天赋，这才还可以杀他，还是可以杀。坏轮，国王，把你救回来了。嗯，我们国王一次都没有被放到啊，真的还好，好险，好险！哦，真的在打仗呢哦。在打仗，十五打十五人，超级混乱。在打仗有啦，他们有一次啦，他们有放了一次，他们有一次就是，有一次，有一次啊，对，开始，对，他有放过一次。毕竟这么多人，嗯，对啊，在所难免，嗯。我觉得我们国王很厉害了，哎，远那次那个国王交换啊，他自己就默默走回来。对啊，没人理他。我们干掉他们的国王，然后想说我们是国王，哎，你躲在这，已经回家了。
厉害厉害。休息啦，辛苦了。休息啦。好啦，待会是 GTA， 所以是开到12点啦。那明天还有 CWT 要用，怕太累，可能就是关台后马上睡吧。应该啦，希望我不要又失眠了啦。好啦，那待会见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欸，这一场真的是打有够累，人多真的可以干很多事情欸，太忙了。好啦，嗨，你们打完啦？嗨，刚打完。好，我已经在上面了，累死。等一下直接加你的。嗯，十五打十五真是好累啊。是什么15-15？十五个人啊！王国啊，15个打15个啊！哦，人这么的多。我看你们，我刚刚稍微看一下，你们是跑步已经有点酷，真的。GTA 来转转盘。等一下，我给带你们去参观我的新的街机铺。然后你有加盖啊？我改装了。哦。改装花多少啊？我说花多少吗？嗯，花50万。哦，便宜啦。为什么拿到极致型战斗卫星？折磨极致还？具体哎，这里有没有换衣服的？有。那你有下开台吗？我现在开啦，我已经开了，我开始了。我想说你们还在比，我就先到处晃晃。哦，你就先开起来玩。对啊。我等你们。对，既然你开台了，那我也开麦了。开，开，开。飘开开，凡西没开麦啊！我也没讲什么啊。哦 ，GTA 抢劫，新的抢劫继续。嗯，干嘛？对 GTA， 好，有了，读到画面了。刚刚，我们继续 GTA 5。好累啊、哦！对，需要放空一下。好，需要放空，可以的。那我放空个，开游戏，读取中。故事模式读取中，就直接叫我这边，我这边没有人，刚刚还有一个人，好，没有人，记录档分段完成 ，OK， 这么快哦，啊，我只要关掉录制，再重开录制，就它就分段啦、啊，嗯，按一下，哦，是指这个。对啊，分隔七个段落，八个段落。没有。好，所以你接，嘿，是，你的街机铺有椅子了吗？不好意思，忘记买了。又忘了，忘记买了。这么重要的椅子，我居然没有买。还是先站着玩啊，不好意思。你要覆盖掉吗？那现在聊天室应该会比较少看，因为现在等一下要专心玩，没时间看。嗯，就偶尔瞄一下而已。线上加入线上好友，加入好友的确定，将要直接连到你的吧？你从单人连到 AD 有没有？对啊。
因为杰克说已经在线上了嘛，应该只会连到他吧？可是单人连那个不是很久吗？会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刚刚大家，这女的是不是变胖了、啊？抢劫第五章那个，抢劫第五章那个要我们去偷那个什么？哎，用一下嘛，就是嘴唇黑黑的，有点中毒中毒那个女生。嘴唇黑黑的，你说末日还是普通？第五章啊，第五章应该是太平洋，应该就是普通。太平就太平洋吗？对啊，忘了。要我们去拍一车子，然后去找一个人。哦，到停到地下室了，停到桥下，然后他会走出来哪一个？对对对对。哦，哦，你说之前我们骑屌王过去那个吗？什么屌王？一台车啊，那叫屌王。要去找那，是就穿黑色衣服吗？拍车牌啊，手上有端那个女的、啊。他模组有改吗？应该没有吧。因为我看他的肚子有出来，他坐下来他有肚子哎、欸，还是之前只是之前没有看到而已。我只用拍的啦，这样讲好累。好有感觉。抢得先机，嗯。你看有肚子，肚，哦这个、啊、肚胖了、欸。哦，是还是他有点驼背的关系啊？可能变得有分量了。有分量了吗？对，爱心刷起来，爱心刷起来，刷起来，刷爱心，刷刷刷刷刷。那个零点七的加油啊！零点七的加油，还是9999还有那个抽奖？有啊！哇哦！哇，感觉很累。不会啦，聊天室会帮我看啦、啊、再有人999999，就会有人那边辛苦999999，辛苦999999，然后就开始刷，然后我就好抽奖抽奖抽奖。那聊天室就一直打辛苦999999，他就一直开了。对、啊。哎、欸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然后说辛苦999999那个谁啊？然后我还在看有没有的啊？哎、欸，不会来。然后偷偷打辛苦999999，然后其实没有了999999。嗯。快！你们可以开两个分页啦，不用离开啦，开两个分页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屁嘞，十万的那个笑哎、欸，真笑哎、欸，十万辛苦了。转、欸、好久啊，转好久，还在转，还在转。他一直在哄里面加，哄嘛。可是他现在已经在转了，我在加，他会连过去吗？我要降落咯，你要降落咯，我先连那个啊，自己的线上战局啊。哦，看来，嗯，嗯，看来不成立，因为我也是连自己的线上战局，但是并没有快。哦，看来是网路速度的问题。嗯，哎呦，这屁嘞，就屁嘞。搞屁的就大家开始学坏咯，隐约把他教坏啦，哪有啊，坏人。然后他们就说手机没有分页啦，好吧，那你可以买第二只手机来看啊。你可以买第二只。谢谢隐约杰克。模拟器来了，模拟器、好了、欸，马上进来杰克这里了。对啊，那你来看看我的新的街机吧。我看，我要先去抽奖。管你，给我过来！不要，你给我过来看。啊，这个对对，我叛逆。过来哦，乖哦。等一下，我从赌场直接连过来，不是更方便？好。我们来看哈吉、我们不用9999，我们直接开抽好不好？好，好像变得我好像很熟悉一样，可恶。我先抽，我知道有人已经在连点了，我先帮你们抽那个哈，等下9999扫一次。就不点了哟。
不用，不用9999啦，直接开抽。好，我直接用，不用针，马上抽。我觉得我受伤了。不 Q 不 Q 不 Q 不 Q， 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要先去赌场玩。不要，我不要先去街机铺，我要先去赌场。我要先去转转盘。哎，今天中间没车子哦。有啊，你抽过了，你想怎样？你都抽走了，你还想怎样？现在想怎样？所以抽走的人看不到中间的车子哦。你现在想怎样？对啊，再抽一台。那，祝你再抽到一次车子啊！好，抽个空感谢你的祝福，抽个空气回家。可以还是你想要抽我之前抽的那一台？哪一台？电动车。哦，那台也不错啊。我觉得这抽奖就是要抽上特殊的车子，好玩的车子才好啊。哇，你的臂子好可爱啊！是不是？代币而已，够粉吧？看你这个。这不是儿童间吧？很可爱哦！你看那个奶奶会亮哎，奶奶会亮哎，刀会亮哎，它是不是原始啊？什么东西？你要看来就知道，它的重点部位都会发亮。哟，哦，你这一间是不是？哦，你这一间我可以出去了吗？不可以，你来，你只能进来，不能出去。我要去抽抽抽，是都在发光。你们抽抽 no no， 我抽那个 GTA。你抽 GTA，、啊、抽 GTA， 送 GTA， 送 GTA 哦。那我要去抽，送我是无所谓啦。那我要抽啊！你们要送是我是无所谓啦。哦，吓我一跳。你们要送我无所谓啦。我打这游戏看看，我还真没打过哎。这是什么游戏啊？真的是我刚每次投四人，每次投了一块钱的，一定要四个人吗？好像两个人以上，不然一个人。要抽 GTA 还不容易？你帮我去创4000个账号就好，嘿，然后都来追随一下。好，我在我这边后台有出现4000的话，我就抽 GTA， 直接送。哎、欸，有人选了，我还没投钱。我准备就绪了，转一次。准备就绪，准备就绪。哦，这干嘛？这什么？这不会贪食蛇吧？不会吧？啊？我在哪里啊？哈佛？我围成一个圈我就死了、欸。对啊，我是围成一圈就结束了、啊，为什么？不能围圈吗？还是不能碰到自己？哦，会不会在围领地呀、啊？哦，那边有邀我吗？有啊，刚刚有邀了。哎、啊，你们不能动吗？上下左右按一下嘞。不能，不能，不能动，卡住了。哇 ，WSD 哦 ，WSD 了。啊、WSD 啊 ，WSD。直接我就在你后面跑。那我圈个东西嘛！耶、啊！我死了！你怎么死了？我被直升机弄了。这也太耶！耶什么？很可爱啊！儿童间呢、欸？大间啊！他一定要一儿童间的角落。他的穿着有点儿童不宜呢。对啊。所以他一定要一个圈四边都围起来，不能说对，四边都围起来，不能说多框成其他的这样子。总有坦克啊！哦，看谁会赢的犯罪。所以这圈起来到底是怎样？看谁占的领地多吗？对啊，看谁占的领地多吧。哦，也是蛮难的哎、欸。嗯。你别稍微走一下你的，只要走一边你就没了。
啊？九九九？哦，什么九九九九啦？就九九九而已。直接乘十倍，我天啊！什么游戏啊？硬闯，可恶！毛圣光头，怎么厉害？老板退钱啊？按着 ，Enter 吗？按住 Delete， 哦 ，Delete， Delete， 你有跳掉吗？我跳出来了，我没有哎、欸，我没有哎、欸，我跳不掉哎、欸，我已经跳出来了。老板退钱啊？那老板在你隔壁啊？老板卡住了啦！老板动不了啊，老板。哦，他们都自杀嘞、欸。啊，哎。你还敲机台，老板自己敲机台、欸，我看到了。你自杀又活了、欸，我会复活哎、欸。那为什么刚才你没复活啊？不知道。对，吓死我！刚才画面吓死我了，我刚以为你这边播 A 片，你吓死我了。什么播 A 片？我刚坐下来，然后后面一转频道，马上转到就是有点就是肤色有点多。哦、没有，它里面那些汤吗？对啊。所以电视那种不要看、啊，对啊，嗯，就是这个啊，你这一个频道不能看，这个频道不能看，嗯，那个频道不能看，那个老头的频道不能看，很多频道都不能看啊，你看到了、哦？算了，什么没看到，什么都没看到，嗯，新的前世任务很有趣哦、哎，我们现在就是要解新的啊，然后我们被卡在游戏里面，对，我们卡在游戏人间，哎。这么大间，你就只有这两四台机器啊？还没有买新的，先搞好装潢。哦，好，这个装潢，嘿，怎么了吗？赞，是不是？对，卖炸，大人小孩都喜欢。要求我，要求你说大人会带小孩这边玩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跳掉了耶！你要在还没开始之前就按底哦，你出来了哦耶！走了，办正事。我刚说妖血是这一只的、啊，哦，那一只本来就有，我没有买的时候就有了。啊、嗯，哦，对啊，那个我就说我会为了这个买这个。走了，啊，这个门的能不能改啊？我也很想改，改不了。那个门能不能改啊？没有电扶梯之类的吗？没有。他原本是做隐藏门啊，好，我们要来选择了，哪一个？好，面具，无声无息，瞒天骗局，或凶猛，你的局，强闯，你选。好，我选了，那我选中间啊，我选中间。好，你选。好，老师站中间，你这样会，对，老师站中间，老师都站中间，你这样子，不好做人啊。是，很难做人，真的。我最近感觉都在中间，有点难做人。这是新的地产，对，叫那个街机铺。然后新的赌场抢劫是从这边开始。啊，他去加入。嗯，等一下、哦。040。404。404啦。啊，来吧。那其他的我们就不收了、哦，其他的要点。啊、你 OK 就好，应该之后也会再破一次吧。你开心就好。好，我开心，瞒天骗局。哥哥，走。哇，好多。嗯，你们看另一个那个白板，嗯，应该有 post 东西了吧？哦，有。怎么看？你按白板，然后再按一下，它就会转到另外一边去。嗯，前置计划。哦，按一哦。嗯，按一再按一下，它就转到另外一边。枪手，哦，车手，骇客，随便，就是自己选位置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他人是可以改的哎、欸。车手，啊？改人可是改人，可是我们是要，哦。他可以改人，然后他有写他的报酬需要分红多少给他。嗯，哦，所以我们是要跟这些笨蛋一起分红。啊、对，应该吧。金额越低越好吧。可是感觉越烂啊，技术差劲。应该是。好，去尿尿。这是选择然后看吗？
你不是点到第二个板子了？哎、欸，现在第二个板资源小队啊，上面有枪手、车手跟骇客。你再选他按 Enter， 他就可以选了。嗯，5%，最高是10%啦。我们就少一点，然后分红多一点嘛。啊、我们自己分红多一点。你要雇用卡尔阿波拉基。阿波拉基是啊，不是垃圾，垃圾哦。你说人家垃圾，我们代办的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，六个任务要解，然后非强制的有7个。车手，对啊，看这个面板今天应该很难解完，之后还要找再看看吧。哎、欸，可是我觉得车手是不是要好一点啊？看他的车子吧，是我看图看不太出来看。不过看起来好像有防弹。嗯，你选吧，这给你选吧。对啊，插进优良专家，我用专家好了。好，回来了。现在嘞，就是在挑资源的。嗯，专家插进优良。哦，你哎、啊，你看用完资源小队，他底下有任务哎。要帮他去抢一些东西来，底下，一般前置工作吗？有资源小队的底下哪里有资源小队？看不到，有一个小型冲锋枪配置跟沙巴，看不到，我们看不到。不到好，那骇客我找佩奇哦，就是那个莱斯特、那個，你选就 OK 了，你选啊，选了，嗯，这样看得到吗？还是还没？看不到啊。没有东西、嗯，感觉还是一样的、欸。我们不用看吧，看不到了，离开就好了。反正我们就是看你做接就好了吧。好，小型冲锋枪配置。LJT, got a minute？ 开始任务。好。偷取小型冲锋枪，好，那叫我们进去。啊哦、所以是枪手、车手、骇客，我们都各要帮我们做一些事情，对，拿一些东西来。应该是。哎呦，前置任务，无标记武器。嗯、啊！大家都起飞了，之后开骷髅马、哦。说不定等下就需要你了。嗯，好，我慢慢开过去啊。你们看有什么事情先处理。嗯，感觉就像末日的前置吧。嗯就像一般的地图那边抢。不是啊，有睡意就是过了那段时间睡意就不见了、啊。都回光返照啊。但是下一次睡着就会睡得很死的那一种。嗯。有人在乱炸，有人在乱炸、啊。我飞了，哎、欸，我弹回来了。小海沙，小海沙，前面的小海沙，你们要骑小海沙了？对，可以，一定要小海沙吗？还不我就不用吧，再去问号那边。问号在哪里啊？我看一下。寻找走私客是要带人啊？那我带我骑小海沙，我过去。除了走私客，人家找完走私客是不是要把人接回来啊？对啊，他可以让我轰哎、欸，我要轰他、啊。等一下，哦，来枪而已哈。对，可以打，可以打啊。那不用那个嘞，不用接了。对啊，我们逛街呗。嗯，偷走武器，武器在海上，我去拿。好，好，都料到了。哎呦哎呦，武器是一个飞机，哈？他是要把飞机拆掉变成武器吧？应该是吧。开飞机走，好好好好好好，跟抢物资一样。啊，那我就不用下去了。暴君快！靠背，我的暴君，暴君爆了吗？不能飘在上面吗、哦？不行，他没有动力啊，就浮不起来。天、啊，我的暴君坏了，看来是坏了呢。他是。直接在我面前，叫老板慢慢的沉入水底。回答你啊！应该可以垂直吧？
这个可以垂直吗？感觉可以，不知道。可以。哇哦！这种飞机超不合理的啦。不合理啊！信号公开倒数。哦，不过听说之前不是有那种。我们不是末日有开什么飞艇？哎！没事，干嘛？我吓死！我还是这样看就好了，要不能中间转换，你要飞高一点才能转换，飞高一点才能转，因为你要有一个抛物线啊。我想说，你要插入海底了，看到他差点插下去的瞬间，没看到，可恶！可以再一次、啊。为什么动力不够？动力不够。笑，你变形的时候 W 一样要按着，哎，要帮忙射哦。飞机哦，有哦，好，我好像没事情嘞，怎么办？我开骷髅马真的没事情嘞，糟了，我觉得你可以换车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在哪？上面，上面。哎呦。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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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，又有了。嗯，来啦！我炸飞最前面那一台飞机。OK， 小心一点，好哦。赶不上，记得把轮子放下来。哦，有轮子，对耶，有轮子耶，那还好有奖。H 哦，不然就直接肚子磨地板啊。对，我切换个模式。其他到 F 哦 ，H 跟 F 是有一段距离哦。又来了，又飞机。哇，你们到机场啊？嗯。沙滩海岸。有，这样轮子先收掉好了。来看哈基表演。哎呦呦，杰克，杰克，杰克。啊！这没动力的也太慢了吧？哎呦，在哪里啊？又来了。嗨，恐龙。按着 S 啦，这下降还是超慢。那你可以按 F， 不要 F 啦。你说的哦，出问题找都一月哦。哎、欸，这死掉应该没关系吧？嗯，没有生命那个，我死掉应该没关系吧？对，然后可是载具爆掉就照重来。好，嗯，怕被绞死，没有怕被绞死。嗯我来了，来了，棺材正对我，我还要先洗澡。我明天7点就要起床。这么早 ？CWT 啊？那个啊 ，CWT 啊。CWT 啊我明天还运动会。你运动会？对啊，我要去点名。你不是叫点名？是吧？就没有比的话，就是点名就好。早上去点名。哈哈，这你要做？我点 F 自动跑到你的车子这边，还是我们坐直升机过去？能够那个吗？两人不行，这是单人的，还是我坐直升机过去？好啊，一人一台啊。这里有那个哦，运兵啊，掉的、欸、啊，不然雾鹰啊，这边不是一台雾鹰？对啊，我想说可以掉的，我把我库洛马掉过去。可以帮我把海里面那个刚刚下去的那台拖上来吗？打捞吗？可能没办法哦，捞不到了吧？都坏了。你可能要找那个保险的去帮你捞起来。应该不算你人为用坏的吧？泡水，如果是你骑在上面泡水的话算。他下车泡水。嗯，那我记得好像算哦。好，10000块。哇！要叫老板出钱。等一下会发薪资啦，这个超不赚的，薪资应该也不到10000块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5000吧，好难过。
骷髅马可以掉吗？可以啊，车子都可以掉啊。哎、欸，白白、啊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啊？我按 G， 按到 F。哇！刚才你跳机了。哎、欸，讯号干扰器二。那好像是活动哎、欸，因为我今天有炸到一个。对啊，我们有需要回去吗？还是不用啊？我们开，我开就不用吧。好，我要来继续玩那个。哦，吊桥，吊桥，吊到，哈哈。哦，好重，骷髅马车有这么重吗？拉不起来。王牌攻击。阿静在哪里？我去接你。我在一个山坡上。好，我就带骷髅马去接你。你是哪个点啊？屁咧，我没射到，但也可以被通缉。开了，还没跳出来。好王载具在哪里？嘿嘿，从警察手上偷一辆。是那栋房子吗？是警局。哦，我看到点了。三公尺。两台。提供。对啊。好远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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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摔下山了，摔下山了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呀呀呀！你摔死了！你怎么摔死了？奈安呢？我自己上去，上去，你上去啊！我的骷髅帕，你怎么磨到？哎，我只在搬上去了，我只在搬骷髅帕。警察局的仓库。干嘛啦？我只在掉骷髅马，我又没做什么事情。哈，你们要直接打哎、欸，你不能骑车打。哈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你让我东西拿到吗？你甩甩甩甩的。阿纪阿纪阿纪。哎哎哎！送空投了，送空投了。我有这个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送空投了，我走了。拿骷髅马撞人啊！哪一台啊？我把骷髅丢到你旁边了、哦。你下去了吗？我下去了，我来了。你旁边有空投？还有一台，一台。你丢拿着旁边丢头上。长怎样？那个长怎样？那个长怎样？装甲的。还、欸、是你开我这台？在里面吗？哦，在里面，在里面。你车停在门口。我找到第二台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不然你现在会直接看到那个指示，那看起来蛮可爱的。在哪里？你直直往前走。我直直走。哎，然后它在一个缝缝里面。缝缝，有吗？有看到吗？哦、oh! ，好可爱哦。空投砸人没有？我只丢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不是吧？怎样啊？还要先敲。